那我们正式开始吧。刚好我看到关允进来，倒不如我就直接把话筒交给他，让他说说那个 Proto Six。其实他已经在Matters 抛了一个很好的文章，去说那个 Proto Six 的失败。不过我其实没有特别同意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他是没有通过，可是其实也引起很多相关的讨论啊之类的，所以我不会用失败来形容啊。那个关于那不你来讲讲。啊，官员他说他在车上没办法哦，发言。那我看该让谁去接这个话筒？OK 会不会讲讲啊？OK 都有。也有写那个回应，老猫，老猫 over，这样子，leave win 呢？leave win 方便讲话吗？怎么大家哎，OK，他说都在？等一下，他似乎有诶。一些，哦能听到吗？，OK，哎，听到，听到，能，听可以，，OK，可以，对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就听关于来说的主要就是关于大概是2个星期之前，他出了一个 Proposal Six，大概就是说把这个 inflation 的 rate 从这个之前的第五个的2%。涨到这个7%，对，所以里面就是有一些讨论。后来，这一个 proposal 没有，其实真的我觉得也不是失败了。其实我也很快回应了，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个实验，我们都是通过怎么去就是把这个群体把它搞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机器的关系，我们不够这个，怎么说呢？不够这个 deposit money，就是不够一个1 million 的 LikeCoin，所以就没有通过去下一个阶段来去求 voting。中间呢有一些，包括有一些讨论，也包括我，包括这个 Nevin Terence，有好几个吧，我不忘记所有的人了啊。所以反正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里面也有一些讨论说，就是说，哎，其实这是我们可以跟从就是，其实也不是跟从了，就是反正这个 Cosmos 他们那一边也会做一个 range，就是根据这一个这个托管的一个状况来调整这个 inflation rate，所以里面这有一些讨论，仔细了我也不在这里说了，我们时间宝贵，可是 matter 里面其实有蛮多的讨论就是不同的讨论，也包括哎，究竟是7好还是多少好？所以大概我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sum up 在这里吧，好不好？再见。那个我刚在那个我分享的页面里面，我之前整理了一些开会前整理的一些数据，然后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如果我们要决定 inflation rate 怎么去调的话，就这基本的信息应该能掌握才能帮助我们的决定。这个我确认一下，那个画面能分享过去，都可能看到，对吧？可以，可以。哦，那我一个一个跑一下，就一开始那个很简单，就是当然就是 like 的总体 like 的数量，应该我那个数字应该不准的，虽然我已经是在开会前再更新过一次，可是因为它是每5秒钟都会有新的 like 产生嘛，所以那么最后的差一点点，大家就别跟我计较了，就反正就是一个 billion 零1000多万的样子，然后大。里面有3亿多的 Litecoin 是有 Delegated 的，这有 Stake 或者说 Delegated 到委托给某一个验证人，所以这个除一下就是变成大概差不多几乎到31%。那
我们参考一下 Cosmo Hub 那边的数据。我们参考 Cosmo Hub 是因为本身第一，我们用 Cosmo 的 SDK 来开发，然后整个机制跟 Cosmo 比较像，然后 Cosmo Hub 是 Cosmo 的机制里面体系里面最大的一条链，也是第二条推出的链，在它前面有一个比它推出更前的在Iris Hub。 我们参考 Cosmo Hub 好了，就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它的 staking ratio 是70%多，71%多。那我们有一个数字我没放在这里的是老猫的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我们经常会关注这个 staking ratio， 是因为在技术上大家会相信如果是能达到或者超过 67%， 这三分之二的那个数是会那个 chain 是最 secured 的。那具体的数学原理我可能不会在这个会里面讨论太多，这是关于 Bayesian Team for Tolerance 的一个机制，拜占庭容错机制。对，那它是怎么达到的呢？就是它这 Cosmo Hub 怎么达到那个比较高的 staking ratio 呢？就是它给的 inflation rate蛮高的，就是从7%到20%，所以如果你 stake 进去，你能得到的每年的回报是会远比那个 LikeCoin 高，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不能说是唯一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来驱动大家去 stake 吧。所以Forbole Terence 那边他现在应该忙，可能来不了。就是写，虽然他来不了，可是他参与度很高，然后写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里面会大力的主张我们应该更高的提高那个通膨率。那个7%到20%是怎么样达到的呢？这个我交给聪去解释一下，因为刚我在前面准备那个会的时候也跟一些 validator 聊过，说就他们也有疑问，说要该怎么提一个议案是一个动态的 inflation rate。 这里交给聪解释。好的，技术上来说呢，能听到吧？技术上来说，其实 chain 里面有一其实它负责产出 Litecoin 的那个模块，其实是有已经有一个逻辑是去动态的去改变这个 inflation rate。然后它有主要有几个参数，就是你目标想有多少的多少相对于 total supply 来说有多少的delegation， 还有最低和最高的 inflation rate 和你目标的 inflation rate。 那Cosmos Hub 的话，这几个分别就是它的target inflation， 它的 target ratio 是67% 的 delegation。 然后如果达不到67%的话，例如只有50%的人去 delegate 的话，它的 inflation rate 就会根据这个数来上升，就从它原本的 0.13 不断的上升，直到达到 0.20 这个它设立的上限。然后反过来说，如果太多人delegate 的话，例如80%的人 delegate 的话，它也会把因为这里多了出来，所以它就会根据这个多出多少的比例去降低它的 inflation rate， 从 0.13 一直降到 0.07。 然后这边就是所以它就提供一个诱因，就是如果它的 inflation 不够人就做 bond 做 delegation 的话，就代表这个 inflation rate 不够吸引，所以它就会上升这个 inflation rate。所以如果叫 如果 validator，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一个 proposal 去加入这一个逻辑的话，其实就是因为现在 Litecoin Chain 把这几个其实都设成零，就是它的inflation rate 的改变速度是零，然后它的 target 也是max 和 min 都设在和现在 inflation rate 一样，就是2%。
所以如果想其实如果大家参考 Problem 5的话，其实里面也会见到有两个参数改变，就是最低的 inflation rate 和最高的 inflation rate。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设成不同的数字的话，它那个 inflation rate 就会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动态调整，就大概是这样。好，那有没有谁就可能有意见的，就直接把话筒抢过来说好了。否则的话，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推进啊。我再多讲一两个数据好了。刚才分享的那个页面还有一两个数据我还没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 ERC20 在以太坊上面的 token 嘛，然后现在还积压在以太坊里面没有 migrate 过来的LikeCoin， 还有老的 LikeCoin 还有116000万嘛，大概16000万左右，所以这个当我们说提高inflation， 希望能帮助那个能推动大家的参与的诱因，其实是两个层次的事情。第一个是已经手持 Litecoin 的人他是否去 delegate， 另外一个其实更基本的对于一些老用户来说，就是他有没有把那个 Litecoin ERC20 放到migrate 到Litecoin 去，这个是更基本的，就是如果因为他如果不 migrate 的话，根本也就谈不上怎么 delegate 了。而且从那条 chain 的 security 方面严格来说，其实就也会有点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那16000万的 ERC20， 因为它是能够。我们的大门是没有关的，就是它随时能够起码到今天为止，或者我们也没有想要把这个跟其他的很多区块链的项目不太一样，我们没有说设定一个 deadline， 什么时候之前必须得 migrate， 否则的话就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搞不懂那些人什么时候才会 migrate， 很多我也找不到他。对，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另外还有一个 wallet 能够给大家参考的，我没写下来的，就是还有一个 ecosystem development pool， 那个有1.7亿多在里面，那个本身是设计用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10年计，就是用来给付给那个作者的。做配对的这个基金，那所以你看那个staking ratio 在31，它到底能涨到多少呢？我们是否能到比如说 cosmo hop 那个70%呢？这个是挺难的，因为有一堆在 ERC20， 然后又有一堆在那个 ecosystem development pool， 除非有一个可能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个提案说，因为我们那个 ecosystem development pool 虽然是用在本身是订立的时候是想要用在主要用在作者或媒体的身上，可是因为它时间很长嘛，所以在还不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抽一部分出来用来支持那些新的，尤其是新的可能比较弱势的那些validator， 可能一年啊半年啊之类，就看你们的 proposal 怎么 raise 的。这是主要是这几点。我能不能邀请那个 Terence 分享一下这 Cosmos 的经验或者说其他的想法，有没有空？还可唔可以讲广东话？哦，好，梗系好啦。OK， 会唔会有人听唔到噶？不过唔会啦，你讲完粤语咧都会好多人听唔明啦，所以冇乜所谓。好吧，那我先翻译这个。Terence 想要说广东话，因为他说他不介意说国语，可是他说完国语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就说广东话。然后关键字我再重复一遍，这样就好了。哦，好啊，好啊。
其实就可以用两个极端的例子去讲解一下的，其实就是 Cosmo Hub 和 Arcash。 Cosmo Hub 那个其实我刚刚今早我写了一篇文的，其实就讲回，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讲解过一下它 7-20% 是怎样去运作的。其实你看到 7-20% 那个其实不是真实的嘛，即係你話你而家見到咧 ，sticking ratio 71.54% 啦，咁其實個 inflation 係你見到個 inflation 除翻0.7154先至係sticker 攞到個 inflation 呢點其實你哋咪已經 cover 咗噶啦？冇，哦冇啊，冇呢個邏呢個邏輯冇講嚇。啊 OK OK 係啦，咁即係個情況即係咁，即係佢Cosmo Hub 上面係越個 sticking ratio 越趨向 33% 咧，個 inflation 係越高嘅。去到 33% 就係 inflation 係 20%， 去到67%咧，我冇記錯，我唔知佢係66.7定67啦，大概都係三分二啦。咁就會趨向7% 嘅 inflation。OK， 呢個大家應該都明啦。咁然後就去到 OK 個 sticking ratio 71%， 即係得100粒 item 入邊得71粒。stick 咗啫嘛，咁啲 inflationary token 其實係去咗個七十一粒 atom 嗰度噶嘛，所以對呢71粒 atom stick 咗嘅 atom 嚟講咧，佢嘅 inflation 係唔係7%嘅，佢嘅 inflation 係7-0.7154嘅，呢個O 唔 OK 啊？我 OK， 睇下。有冇人表態？即係即係實際係收多過7% 係嘛？意思就係啊，因為其實剩低咁啊，剩低嗰28.46嘅冇息咧，同埋就係佢哋冇攞唔到嗰啲 inflation 嗰啲 reward 噶嘛。唔係因為要我諗其實簡單我加一句啊，我老貓咁其實就簡單講就因為你係抵押咗，你先至有得分嘅。系啦，咁你所以咧，你冇抵咁，所以嗰个 pool 咧就只系抵押嗰班人有得分。系啦，所以你就会多过系啦嗰条大数咯，因为大数系全个 pool 嚟计两又好七又好，但系分嘅时候就唔系所有人分。譬如话我哋有啲人未搬过嚟啊，有啲人冇抵押。咁譬如如果好似我哋而家咁样计，我哋头先睇翻咧高健个数系30%，咁其实就系个30%嘅人，即系31%嗰人就分咗嗰个 inflation 嗰个 growth 嘅，咁其他人就静如止水就唔喐嘅，系啊，咁样系啦，系啦，唔知系咪即系帮得到我？我唔知 LikeCoin 有冇个特别同 Cosmo Hub 唔同嘅设计咯？如果系同 Cosmo Hub 一样嘅话咧，其实而家真实 LikeCoin。對 stick 咗嘅人嚟講，個 inflation 應該係2-0.3097噶嘛，係差唔多咯，係咪啊？係即係你用翻 Cosmo Hub 嗰個做法嘅話，我哋暫停一下好嗎？我邀請那個我們的 researcher Chung 去重點重複一下，用國語再不是全部，就是重點再說一遍好嗎？好，基本上就是在说，当你的 delegation ratio 到例如70%的时候，那和你的 delegation ratio 在30%的时候，你同样是 delegate 一个 Litecoin， 其实你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因为30%的 delegation ratio 的时候，你一个 Litecoin 可能是，我随便说吧，3%左右的 total delegation 啊，几啊？一个那个随便吧但你当 total delegation ratio 到70%的时候，你一个 Litecoin 可能就只剩下1%或者0.5%的 delegation total delegation， 所以当这个 delegation 上升ratio 上升的时候，虽然它的 inflation rate 会上升，但其实分到的钱其实并没有同样的linear 的上升，就是当它的inflation rate 因为这样要从5%上升到10%的时候，你看到它产出的钱就多了一倍，但实际上因为它要分的人也多了，所以你不会因此而自动得到多一倍的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Thank you。那麻烦看看 Terence 到主题。嗯。咁其實我自己就觀察過，譬如話好似同樣地嘅情況咧 ，Cash 咧係用一個好黐線嘅 inflation 嘅嘛。Cash 本身係預50%-99% inflation 嘅，咁一年，咁其實佢有佢嘅原因，咁就呢個我就唔多講啦，同佢哋個 business model 有關嘅。咁我見到嘅係無論係 Costco Hub 以至到 Cash 有兩個咁大分別嘅inflation 嚟計咧，其實有一個 diminishing return 嘅，即係咧去到個 inflation 高到一個地步咧，就個用對個 sticking ratio 嘅用途係唔大嘅。即係嚟話，好似我之前都喺有啲文都分享過嚟話，Cash 嚟啦，喺我哋有 case 嚟啦，因為我哋每個 block 都收緊現金噶嘛，而我哋又投資咗噶嘛，咁所以其實我係無論佢係幾多 percent inflation 係100% inflation 都好咧，我都唔會 stick 嘅啲現金。即係我只因為我意思係就係我想帶出嘅係每個人揸住嚟話 Litecoin 都好啦，其實佢哋有自己個 agenda 噶嘛。咁所以去到一個地步 ，inflation 去到低高嗰一個地步，或者低嗰一個地步咧，對嗰個 sticking ratio 嘅影響咧係唔大嘅。所以例如話，Costco Hub 嘅情況過咗一年半啊，超過去上年三月 mainnet 啦。到而家我見到其實你會見到無論嗰、那個幣價啲嗰啲波動點都好啦，其實佢 sticking ratio 咧就。我印象中其實呢一年都冇跌穿過 70% 嘅啦，即係有啲 case 係話喂跌到殘曬，咁啲人係算啦，都唔想沽啦，就 stick 啦咁樣，即係會有啲咁嘅諗法嘛。但係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剩低呢班人咧，其實就係 long term 嘅，即係嚟話我哋 Forbole 為例，我哋冇乜點賣過我哋啲 atom 嘅，咁耐以嚟都冇賣過嘅。係好少啦，即係十分一度咁樣就只買喎。咁即係我哋自己會睇誒，佢唔止呢個價咁樣，所以剩低就係我其實係我哋呢班人咯。過一年多以嚟咧，就剩翻呢班人。咁另外有一班就係嗰20%+咧，就永遠都唔會買噶啦。雖然永遠都唔會 stick 噶啦，佢枕住用嚟 trade 嘅。所以其實每個 block 都係有一個咁樣嘅 ratio 嘅大概。因為其實我自己之前對 Litecoin 嘅嗰個咁樣嘅激進嘅建議咧，其實係想加將啲嘢加速咯，因為我見到嘅嚟話，其中一個令到我 stimulate 我有呢個諗法嘅，係因為我見到有好多新嘅 validator 其實佢哋好投入 Litecoin 嘅，咁我覺得係好重要咯，要做大呢班人好重要咯，因為validator 唔止 validator 咁簡單咯，佢哋係 push 個 community 嘅。即係睇翻 Costco Hub 嘅成功，然後跟住好多 DPoS 嘅成功咧，係建立於 Cosmo 嗰個 community 嘅。因為 Cosmo 做咗一班 validator， 做咗呢個咁樣嘅運作 DPoS 嘅模式啊，就係 validator driven。然後 validator 就會影響佢身邊啲人啊嘛，佢哋有佢嘅投資者，佢哋有佢哋嘅 fans， 咁又會令到多人去關注 Costco Hub。咁我覺得我想見到嘅其實係。想加速，本來可能用一年，先見到一樣嘢，會唔會係可以縮短到一兩個月可以見到一啲成效咧？所以我先有咁樣嘅 suggestion 係話，不如用一個即係暴力式嘅咁樣嘅 inflation， 又會唔會加速到 Litecoin 個發展咯？咁當然都包括我另外文中嘅提及嘅，其實個 community pool 嗰樣嘢啦，係啦，明白。非常好，我想想先，就我想一想，我就不翻译了，因为也很占时间，我们还有十分钟，我答应了大家到七点嘛，然后我们希望能在十分钟以内拿一个初步的共识，就是 Proposal 7， 就是关于通膨率的 Proposal 7， 应该提从几个点到几个点。那 Terence 刚才说的主要是说提供了一些案例的参考，就是有一些非常 aggressive 的非常进取的一些做法，或者说 Costco Hub 算是一个经典的做法，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个diminishing return， 就是越来越就是
提到差不多了，那个 inflation 可能大家已经没感觉了，就是不能再透过在网上提就能让更多的人、去做 staking 这个角度。那我们还十分钟看，也有参与过那些关于通膨率讨论的那些验证人或者其他人会不会就趁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比如说 LiveWin 方便讲话吗？下班了没有？可以啊。哦，对，但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但我同意 Terence 之前说的，现在的我的感觉好像是需要比较高的通胀率，但是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 range， 是不是要像 Cosmos 一样 7% 到 20%， 其实我也没有概念，我觉得可能要透过实验才有办法去说好不好，因为这个社群也跟 Cosmos 社群是完全不一样嘛。对，也我觉得也还好了，可能有些不一样，可是应该是一个算是最接近的可以参考的社群吧。我自己觉得那个 Nicholas 会不会就另外一个 validator 会不会有意见？喂喂，是不好意思，我因为在街听都听不清楚，可能有点吵。清楚的是、其实我觉得即那个提案，我觉得长远是会对个 inflation rate 增加，我是同意的。不过即我觉得现在那个时间，因为我们刚刚由 1% 就加到 2%， 其实即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么快我们又去提出一个新的 proposal 呢、我会有少少担心即现在 existing 的那些委託人，他們揸住 LikeCoin 的人，他們的想法會是怎樣呢？即我覺得，即我建議是可能將個時間會稍微拉翻長啲，或者是可能今年嚟緊，即可能跟住2021年，可能分幾個 phase， 即逐一個至兩個 percent 去分幾個 phase 加，咁我會覺得即感覺上會舒服啲咯。呢個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就係、是。好的，關於。还在搬家吗？还是想要趁还有时间，还有那个七分钟的时候讲一讲你的提案？他可能讲不了。那个，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入手？好了，我想一想，要不这样子，我主动一点，就是希望大家不会觉得这太。中心化，因为毕竟也是需要通过的，我就不担心了。就是我会，因为关于在Proposal 6已经提出来了嘛，只是他对那个有点保留，然后有一些特别进取的提案也有，或者说像刚才 Nicholas 的相对比较保守的意见也有。我是觉得在一个最有参考价值，我们最能参考的其实就是 Cosmo Hub， 我会比较倾向就用这个为起点来谈起了，就是就你就当我是社群的一份子，我的确是社群的一份子，我就反正我就提试水，我就提大家现在按7%-20%。看大家怎么看的，如果就当然不是没可能每个人都同意，就是如果也有一部分的人同意的话，也许我们就能按这个来提案，再是一个更广的层面来说是否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子我就这样去跑好了。然后 Slender， 我不知道你在一方面讲话吗？哦，方便的。对，安问。对，验证人名字是安问。对，我就简单快速的讲一下，我觉得如果不会带来不可控的问题，提升我是完全支持的，因为提升安全性嘛。然后就说具体的是提升多少以及多快的速度去提升，是否完全和 Cosmos 一样是7%-20%，还是说我们是否逐步做实验，然后逐步调整是否有额外的优势。
我就是说先我觉得应该提升会大概率通过，只是说具体的这一次要提到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说谁提的这个提案有一个具体的数值的范围。我觉得就是另外我想问的就是逐步调涨是否有外优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一次性涨，因为只要没有安全风险那么一次性涨了，我觉得毕竟是之后可以再提案去恢复的，我觉得只要没有不可控的风险，那么我是支持比较激进的做法，只要这种我是都比较开放的。好，我想问是不是改到7到20，还是就是一个目标是7，就 target 到底是多少？哈，就是那个 target 通胀率，目标通胀率是多少？我因为现在暂时好像没法达到共识嘛，我就主动一点就提如果说7到20，看大家稍微表态一下觉得怎么样，就是如果有比如说好几个验证人觉得同意的，我们就按这样跑，否则的话就我们还三分钟就得不到共识了。那 Terence 有点要提一提呢，其实直接用 Cosmo Hub 是 OK 的，但是其实要有其他东西要相配合的，例如说那个你现在还是不是 set 了一个commission fee 的 range 的嘛，是那个要改的了，那个要变回做自由去定的了，到时其实 validator 那些收费应该会去翻个位数啊，10% 啊，5% 咁样啊嘛。嗯，系咯，要提一提。行 ，thank you。Terence 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有另外一个参数可能需要相应的改的，就是我们现在把 validator 的 commission 设定在40%-60%，如果是要大幅的调整那个通膨率，这个也需要相应的修改。技术上可以放到同一个 proposal 吗？冲，还是需要分开两个？其实目前 commission rate 在软件方面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就是就算对，就它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限制，是一个算是社群的公司吧？对，是吗？对，我不知道。好 ，OK， 好。对，可是你既然有这个 signaling proposal， 也得在。就有人提、那个，就技术上你就可以再提一个 parameter change 的 proposal， 然后里面描述就一个是关于 inflation rate， 另外在 description 方面再提关于那 commission 的部分。对，行，那我再主动一点，我再问，在 commission 那个不是 parameter change 吧？那个不是啊，那个只是 tax proposal。我想提一下，因为我是后来，但是我想提一下，就是如果是跟 Cosmos Hub 的话，那个 inflation 已经是慢慢调的了，因为那个是 target 是 7%， 就是因为它的 staking ratio 会变，然后每一个 block 会随着它的 staking ratio 的改变，然后会控制那个 inflation 慢慢调到 target 的那个 inflation rate。所以如果是大家是觉得需要去慢慢调整的话，其实把那个 inflation 变成 Cosmos Hub 的那个有一个 range 已经是慢慢调的了。懂，很清楚。Terence 那个 raise hand 是还没放还是那个？那我再主动一点，现在七点了。能不能如果你觉得起码你是同意我们有人去提7-20这个，这就按 Cosmo 来跑的那个提案的话，你们按 raise hand 行不行？如果有足够的好几个 raise hand， 就能够找一个看看官运还是哪个 validator 就提这个 proposal 7。高健，提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好像我们没有讨论好，就是说把这个 commission rate 这个部分是不是同时都调整？个人的小意见就是说，我看 Atom 他们那边有讨论到，就是说有一些是 zero commission rate， 好像这个也没有一个很，不知道是标准或者是一个实验性的，所以我觉得那个
比方说要调整是要调整多少，还有是不是下一个 lower bound for 这个 commission rate， 我是不是同时要继续处理。行，我提供一下那个背景嘛。当时候 Cosmos 的社群也有人提过，就是要不要我们不让validator 就好像以本商人的就zero commission rate 就去接很多 delegator 进来，可是好像社群都不是很同意，因为你去做一个技术限制，可是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你总是会有很多各种手法去返回给那个delegator， 所以现实上是很难操作的。就如果你不让人家设零的话，我觉得因为对，因为想要抓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想要单抓那个inflation rate 能够拿到共识的，那更细节的可以在另外一个场合来解决这样子。不过基本上从角度也宽那个commission。当然这不是给，不是说大家需要改嘛，可是给大家有弹性去这样调而已。否则的话就给不到那个最终的就是持份者有一个足够的诱因去选择。那我还再来一遍哦，就是如果大家可以7%-20%的话，觉得不是说你要到时候要投赞成，可是你起码赞成做这个提案的话，可以 raise hand， 我们就可以数一下。另外我想有一点想提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的就是你看到我们现在 Like on chain staking ratio 那边是31%左右。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 Litecoin 是不流通的，例如作为这个 ecosystem pool 啊这些之类，所以我觉得如果设定因为这个 parameter change 还需要一个target delegation ratio， 所以我觉得这个 target delegation ratio 也是需要讨论的，就未必在这个会议，但是在提 proposal 以前需要讨论的。因为如果设成跟 Cosmos Hub 一样67%的话，可能其实我们一直都不会达到这个数字。我觉得这个也跟 chain 的 security 有关，不过我觉得还好，因为还没有 migrate 过来的，我们就透过这个手法鼓励他 migrate 过来嘛。然后积压在foundation 那个1亿7000多万，其实可以是另外一个 proposal。 我们很欢迎有人就提 proposal 说 foundation 应该拿一部分出来，1亿也好多少也好， dedicate 到那个某些验证人身上，一就是为了鼓励新的验证人，二也是提高那个 chain 的security。那个，因为如果没有人提案，我们是没法这样去花那个钱来 dedicate 在验证人身上。这 technical 可以，可是我没有这个正当性去做这个事情。那挺好的，我们有足够的手，有多少？有一个，怎么算的？有6个。那我看，我们就这样子，因为我已经超了5分钟，那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进展了。然后我假定这个 proposal 7会由冠运来提吧，因为他提了一个 proposal 6，然后没有通过，可是他有事情刚才下线了，然后万一他什么原因都好提不了，就看我们在线上在讨论由某一个 validator 去提案这样子，还有具体的那些用词啊之类的。那今天就先这样子，然后最后有没有人要那个不让我关机，还必须得讲话的？
现在就抢话筒了。没有的话，我有，对，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需要，不管是验证人之间还是跟社群之间，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讨论或沟通的管道，或者是像刚刚有人说 Telegram， 我觉得 OK，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说我的意见吧，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大家能共识一个，然后也会在线的，我就可以 Telegram 也好 ，Discord 也好，我们也一直遇到这个难题，就是这人群很分散，所以也感谢 Livin 提这个出来的，我们起码这群人能拿到共识，然后就再往外面去导其他的参与者进来。我觉得先以验证人为主吧，就是这里的人如果投票大家想去 Telegram， 我们就先在 Telegram， 如果想去 Discord， 我们就先到 Discord， 先不要管那么多无法控制的情况，就我们自己，至少我们验证人可以先讨论。那你来选一个，然后再看其他人怎么样。Chat room 里面已经很多人选了，哎，我没看，看起来比较多人习惯用 Telegram 吧。Telegram， 有没有人想要到 Discord？ 好像是 Telegram 比较多，那好像是 Telegram 比较多，明显的，我们就 Telegram 吧。那Discord 有什么好处？我们先不聊了。就那个Telegram 的话，还得再讨论一个事情，就很快的，就是我们现在 Telegram 只有一个有维护的频道，在那个刚才Joshua 已经贴出来了，就是可是那个是英文的。那我们其实以前有一个繁体中文的。没有说繁体，中文的繁体简体都是那个，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开放。那本来想要集中在一个，所以没有继续运营，还在首相。这样子好不好？还是说，哎呀，然后还是又有人提那个 Discord。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两个连结都贴，然后看大家想去哪就去哪，反正总有方法可以联络。那又没法集中过来啊。嗯，要不这样子行不行？我其实特别同意，就 Discord 已经是那个 crypto 圈的，或者说那个首选。可是我是很担心的，我们现在用 Discord， 那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结果又是没有。那我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因为我们的Telegram 的 LikeCoin 频道已经在了嘛，而且这个频道呢是好惨，就是老是很多不相关的，就那个我们。经常都在踢那个人，我们就在那个频道里面继续谈这个话题行不行？就是选一个，包括继续留在这个频道，还是搬到 Discord 等等，就在 Telegram 那我再贴一次出来，就是要调那条链接里面，继续我们这个会完成不了的讨论。所以暂时到这里，暂时就到这个 Telegram 这个频道。那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也会聊，如果我们开一个 Discord， 是否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子，有些人可能连 Discord 都没有听过。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谢谢大家。好像今天还是有比较好的进展，应该在
比较短的时间就会有 Proposal 7，那麻烦大家关注，然后就做deposit 啊，然后跟大家相关的 delegator 去讨论，做一个表态这样子。谢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谢谢，谢谢，拜拜，拜拜。